微软 Copilot 去跟我们的 Suno 做连接。可是呢，我必须跟各位讲，透过这样连接出去的，其实它用的不是最新版的 Suno， 因为 Suno 也是我们四月份 AI 很重要的讯息。好，因为呢，透过微软出去的，使用的 Suno 它是 2.0 的版本，所以它生成的音乐最长就是只有一分钟。那我们进到简报26页这里，我们先带大家进到 Suno 的官方网站，因为它的官方网站呢，4月份宣告最新的版本 V3 还有 V3.5 已经开放给免费账号可以用了，跟我们现在那个 OpenAI 一样啦，最新的本来都是只有给付费的使用者用的，现在都可以让免费的使用者先来体验。好，所以呢，请大家帮我点上面这个，就是26页上面这只手。啊，我刚刚讲大家最难的那一关已经过了哈，其他我们会用到的服务都很单纯，直接 Google 授权就好了，你不用再转到手机上去用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来，你看你进来，这个就是 Suno 的官方网站，有没有？看起来都英文的，不要难过，你跟他讲中文就生成中文，讲英文就生成英文。好，那一进来会看到有人就是分享他的，先不管他，你找左手边有没有一个叫做 Create， 有没有？按下去。好，各位直接授权吧，看你要用微软的用 Google 的，直接授权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是建议大家用 Google 比较方便啦、啊、点下去就可以直接进来了，这样有没有感觉没有问你是不是人，心里面坦荡多了。进来会长得像这样。OK 了之后，你来看看哦，上面这边它的使用界面很单纯，虽然都是英文的，但是不用紧张。上面这里有没有就跟刚刚一样打进去就好了，打中文就生成中文，打英文就生成英文。那如果你要特别去指定啊，我的歌词好，我要使用什么乐曲，要什么描述，你就按这个制定的，有没有 custom？ 这个就是制定的，它就是可以让你独立输入它的歌词啦，哈、哦，这些内容，这样了解？好，它就两个模式而已。然后你看到上面这边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不同版本？我们刚刚在微软里面的又是用 V2 的版本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用它最新的 3.5。所以一样，我把刚刚那个内容我把它拿进来，我们来让大家感受一下。OK， 这里我把它拿过来。好，我就生成。那如果啦齁，你今天只想要像我们去咖啡厅啊，有没有餐厅，你只想要纯音乐不要唱歌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请把下面这个勾起来。你下面这个勾起来，它就是只有纯音乐而已。这样有了解的齁。好，那你每按下一次生成，它会帮你生成两首歌。一次会生成两首歌。所以还蛮快的，真的。那这里呢一样，大家每天有50个点数，50个点数，那你的点数在哪里？在左手边这里，左手边这边有没有看到这里哦？这个点数好，每个人一天有50点，不要问我为什么多500点。但是你反正50点用完了，你明天还有50点就对了哦。好，来，你看我都已经有了，我们点一下这个，你看我右手边有没有一样？歌词是不是出来了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 play 一下。哎，你们自己可以自己听了哈。你会发现它的清晰度会比我们刚 2.0 咬字的清晰度会更清楚哦。好，你看像这个是第二首的。
真的唱中文吗？对不对 ？OK 哈、哦，这样可不可以接受？可以哈、哦。哎，我给大家听一个这个，因为我们四月份大家还记得有那个地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我准备第二只手，第二只手就是我用 Chat Everywhere 的聊天的过程。来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刚不是讲它可以分享对话吗？哎、欸，你看哦，我当初跟他讲，哎、欸，因为有地震，我请他帮我生成一个具有抚慰人心风格的这个描述，然后他就推荐我这个新世纪音乐。哎、欸，我问一下各位，有没有人对新世纪音乐有 sense 有吗？这个叫做 New Age。那如果你没有听过的，我给你看一个 YouTube 的歌手。叫做恩雅，哎，恩雅可能大家就比较有印象。这个，啊，你看，他最著名的是这一首。有没有？就是有歌声，然后会有音乐以外，还会有一些自然的声音进来。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可以齁啊，所以我请他帮我生成哦，就在这边，然后把这个内容翻成英文，所以呢他就帮我生成一首这样的跟他音乐风格一样的这个音乐，我们来听看看好不好。因为说真的，从 V3 之后齁、哦、就是从 V3 之后的这个 Suno， 诶，他的音乐品质真的有什么，真的有达到像那个录音室等级的，哎，真的很厉害。哎，为什么这一首会出现错误？我看一下，这样有一样风格的吗？还不错吧，对不对？这样有感受到的哈、哦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。那你生成的呢？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公开。公开就是像刚刚你进去可以看到，那如果你不公开也没关系，就是私人的。好，那如果你想下载下来，就点它旁边这个点点，有没有一个 download， 你可以直接下载成 MP3， 也可以变成 MP4， 因为它每一首歌都会帮你先找一张图片，有没有生成一张图片符合的你那个歌的情境的，那你下载成 MP4 就不用再去什么影片生成的那个软体面再去把它合成了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传到 YouTube 上了？这样了解咯。好，所以我们先让大家体验一下这样的东西。所以以前你可能比较辛苦，哎，我要做这些内容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学习，现在你要创作音乐都变简单了，真的真的 OK。